网传113年10月12日，阿莲区连仁路封街禁宿。经查，时间应为同年月13日凌晨5时许。本分局依据相关情资，立即组成专责警力，调阅影像追查疑似涉案之10余部车辆。目前已查缉影片中粉红色机车所有人何姓犯嫌，及参与张姓、吴姓犯嫌等人到案调查侦办，并查扣禁宿粉红色机车一辆。另持续派员查缉其余12车14人，到案侦办。鉴于同13日隶属保二警察总队管辖陆科园区亦发生疑似机车禁宿案件，本分局将结合保二总队，以情资共享共同打击方式，将骑乘车辆禁宿者，以刑法185条侦办移送。另在旁围观者，将依违法事证，以刑法136条侦办移送及涉违法论处，并针对是否涉及组织犯罪、公共危险等刑事不法行为，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，申请羁押，以严惩不法，积极维护辖内治安。湖内分局呼吁，汽机车于行驶时应遵守相关交通规则，并勿改装车体及进行危险驾驶，如有不法，警方绝对严正执法，追究到底，彻底打击违法行为，以保障民众权益。